我在想你的词啊，还有啥能扎你？哎，一桌下以后，要么先别说那个徐江的事情，可以不先聊天。对，先聊，看看能不能聊下去。我给你磕瓜子，然后我们聊就什么磕。汗毛都出来了。我刚才吃瓜子的时候，我在想，不要超过三颗，为什么不能叠它的话，那啪啪。我让着你的那个。我只是觉得，就是他真的把我当朋友，刚才我能感受得到。